离婚的事情，我是认真的。佳怡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还在因为什么事情生气，可是该哄的我都哄了嘛，对吧？那就不要闹啦。我不是在闹，我也没有在生气。你可以不用哄我。 还说没有生气，讲的明明都是气话嘛。浩，我问你，你觉得我们的婚姻会幸福吗？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不会幸福啊？那我们结了婚，就要搭伴过日子嘛，对吧？把彼此照顾好，对吧？那要是谁都不作的话，就肯定会幸福的呀。 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你和我之间真的有爱情吗？我们之间当然有爱情了，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结婚呢？对吧？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爱情。爱情呢，就是两个成年男女为了繁衍后代，要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了，我们也经历了那个阶段了。那以后我们就是要努力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只要。 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好，既然你想听，那我就讲好了呀。佳怡，我爱你啊！我老爱侬啊，好吧？<笑>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是，侬是真爱你，但是我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，是吧？ 我现在起码不比你差的吧？那你为什么都结了婚了，讲话还总想看不起人呢？是我不好，我应该要早点想清楚的。 下礼拜一，你带好户口本，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。